今天给大家看一只马上上新的小比熊哈，跑到美术小哥哥手里好乖呀，还吐着小舌头呢，真的太可爱了哈。里面的小脚丫也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来吧，开修吧，给它打造一款娃脸的造型。好的，先梳理一下，这毛非常好，就只能看那个小鼻子了。迫不及待的想看看它的眼睛是大是小了哈，我有点小激动呢还。先露出了第一只眼睛哈，圆溜溜的。第二只也露出来了，天哪，这眼睛也太完美了哈，大大的，圆圆的。再把小脸修圆一点就更完美了。这修小耳朵也挺怪的，是的，很配合。从侧面看他坐在这里修毛，像只假的玩具小娃娃一样啊，真的太可爱了。是的，很漂亮，握握手。你看这小舌头吐的也太可爱了吧，咱们看一下它的品相吧，量一下嘴巴长短度，很短哈，不到一指。再看一下侧身，体型也不大，小腿也很短，只有两指。这小舌头吐的也太好看了吧，走吧，给你拍个美照上新一下，看看哪个新家长看上你吧，到吧。